后来我们才知道，来看我们的这个人就是梁王武三思。武三思坐下以后，三言两语便识破了我们的身份。啊，你不是薛青林，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啊，我说武大人，现在谁是薛青林还重要吗？嗯，什么意思？哎，重要的是这封告密信呢。啊，您看，现在我有薛青林的身份文牒，您就把我当做薛青林不就成了吗？这啊，是啊，武大人，到时候黄国公满门处斩，有谁还会认得薛青林呢？而且我们在薛青林的包袱中发现了几扎文记，上面提到了这件事。他说黄国公有大恩于他，他绝不会做此禽兽不如之事。哦，他是这样说的？是啊，您看，您看看这个。嗯，看来圣上是所托非人呐。嗯，唉，嗯，你们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既然这样，我就替你们担待了此事。啊，哎呦，多谢大人。自今日起，你就叫薛青林，不管走到哪里只能使用这个名字。嗯，懂了吗？嗯，青林明白。
庶子可教啊！啊，青林兄，苟富贵，勿相忘啊！啊？啊啊！一切全靠大人提携。我今天来就是要说说这封告密信。那天晚上，他告诉我们告密信应该怎样写，何处为轻，何处为重，并监督我们将信写好后，这才离开。这个奸贼！哎，你刚刚说，薛青林在文札中提到他不愿意参与构陷黄国公一事。正是。看来这个薛青林还是个有良知的人啊。是啊。哎，好了，你继续说吧。自此之后，一场灾害黄国公的阴谋便开始了。因薛青林是假，因此他不敢公然露面，所以就由我们五个轮番到江州刺史府投状上告。而赵富才在京城得到武三思的指令后，便暗入江州，指挥我等照令执行。果然两个月后，黄国公满门抄斩，而那些认识薛青林的人大都与真薛青林一样，是黄国公的幕僚，因此也都随李矮被杀。这样，假薛青林终于敢在人前露面了。狄大人，这之后的事情，您就都知道了。做水匪的时候，你们天天杀人吗？当然不是。那你们算过没有，做水匪一共杀过多少人？这100、200还是300？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可是你们的一封诬告信杀死了多少无辜之人呢？你知道吗？那后来呢？后来我们六个都得到了封赏。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六人在龙王庙起誓，各享富贵，绝不来往，直到这次黄文月的死。你说的这些很重要，虽然我对你们所做的一切万分憎恨，但今天我还是要感谢你，谢谢你有勇气将这番话对本阁说出。大人，黄国公案后卑职心中的煎熬没有一刻停止，卑职好了，如此说来你的心中还是有一点良知的。你的重伤未愈，还是好好休息休息吧。嗯。真想不到，事情竟然是这样的。
构陷黄国公竟然是梁王主谋。这也难怪皇帝为什么要派内卫前来武平了。哦，武三思毕竟是他的侄子，皇帝是不愿意让这种不光彩的事情散播出去，这才派内卫潜入侯府将信取走。大人，现在案情已经非常清晰了。当时您所说的一点也没有错，此案破获出来真的是令人吃惊啊。看来这就是薛青林为何要杀掉这五位好友灭口的原因，而张毅本就是黄国公之后，黄文月、葛斌这些人都是他的仇人，于是他便协助薛青林将这些人一一除去，最后自己动手杀掉了元凶薛青林。这一切顺理成章，无懈可击，我看可以定案了。我的，给我！明香，小姐，去吧。锦娘。娘，来，喝点水吧。啊，喝水，慢点，慢点。原来是这样。此案已经真相大白，我也该离开武平回京城向皇帝交旨了。大人，您要离开武平？是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此案已结，我这个处置使也该回京面圣了。大人，自永中一到武平便蒙您老人家教诲，永中万分感激，请受卑职一拜。好了，快起来啊。永中啊，哎，你立刻调动武平县内的船只，安排狄大人及钦差卫队本州及州衙官吏迁转江州，冯万春和张毅暂押狄府之中，由千宁卫看守，等候圣旨传调，而务要小心在意。是，卑职马上安排。大人，保重啊。保重啊。率河衙署驿恭送处置使大人。
恭送大人。大人，保重啊。让我们看一看你的真实面目吧。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呀。你不是黄国公的后人，也不是李姓宗嗣，你是薛青林。不错，你说得很对，我才是薛青林。
金娘和张毅是你什么人？金娘是我的女儿，张毅是我的叔同。金娘是你的女儿？是。你这个畜生，为了报仇竟然将自己的女儿出卖给薛青林这种恶棍，你还是人吗？如果不是几个微小的细节，你几乎使我相信那个连环杀手黑斗篷就是平南侯薛青林。什么细节？第一是张毅扔在张贤拱和吴顺死亡现场的那件圆领袍，这是欲盖弥彰。第二是薛青林使用的那柄铁锤，那铁锤太小了，也就是20余斤。记得袁芳曾经说过，在江州馆驿、武平平阳客栈以及夜船之中的那柄夺命铁锤至少也要70-80斤。元芳，我说的对吗？大人，卑职真是愚钝，竟然忽略了这一点。我早就说过，你是被自己的情绪蒙住了眼睛。真正使我怀疑你的是第三点，那就是吴四师身上的那封密信。啊，那封信是被你取走的。您说的很对，那封密信现就在我的手中。金娘夜探县衙停尸房，如燕为救妻脱险假扮鬼怪，你得到衙役的禀报，连忙率人赶到停尸房中，你发现吴四师身上的衣服被翻乱，立时就想到此事一定是锦娘所做，她在寻找失去的密信。啊，你们先出去，本县要好好查查。是是。走走。快。是是。走。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你取走了那封密信。最后一点让我怀疑你的，就是锦娘上吊自枪这件事。啊，什么？锦娘上吊？如燕姑娘，锦娘她，现在才想起她来，太晚了吧？如燕姑娘，锦娘她还活着吧？啊？锦娘还活着。锦娘上吊之前的状态一直非常焦虑，竭力寻找那封失去的密信。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想起了你，于是
他要如燕陪他到县衙，就是想问问你是不是已经从吴四身上取走了密信。可当时你不在衙内，正好在第二天，也就是金娘上吊的当天，你们见了面。那天夜里便发生了上吊之事，像是金娘从你那里得知薛青林已死，大功告成，这世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这才选择了死路。我一直想告诉锦娘，信已到我手中，而且当时薛青林已死，那封密信已失去了作用，却苦于没有机会。终于前天我听说锦娘要见我，于是我便事先写了一张纸条藏在自己的手中。这些都是永忠应该做的。迷你锦娘拜谢大人救命之恩。哎，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可没想到他竟然会……我……你为了报仇将女儿的清白之身出卖给他深恨的恶贼，而且当他知道出卖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是毫无用处的一封密信时，你想一想他会怎么样，换了你又会怎么样。好了，如燕，我不得不说林永忠是个好县令，却不是个好父亲，更不是个好男人。利用亲生女儿的色相来达到复仇的目的，庶人不为，何况君子乎？元芳、如燕，你们去准备吧。当年你不肯陷害黄国公一家，举家逃离江州，不想半途之中为水匪所害，乃至家破人亡。我说的不错吧？我一家老少十余口只活下了我们三个，那时候我女儿锦娘刚刚满月，从那时起我就发誓要报仇。十年后我考中了进士，步入了仕途，怎奈我为人耿直刚正不阿，屡遭排挤，所以做了近十年的县令啊。可是我不后悔，在做县令的几年里，我暗中将假薛庆林这一干恶贼的情形摸得一清二楚，而且我派遣张毅打入侯府以为内应。当这些准备做完之后，两年前我派锦娘来到武平县，伺机潜入侯府，将梁王写给我的那封密信偷盗出来。当时我想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然而更好的机会出现了。黄文月离任，武平出缺，为复仇你毅然放弃了富庶大县来到武平。上任之前你暗中通知张毅前往江州协助你除掉黄文月。不错，那天是4月19晚上，没有月光。这位先生您找谁啊？我想求见原武平县令黄文月大人。请你跟我来。那小的就先告辞了。好。
阁下是？请问是黄文月黄大人吗？正是。啊，在下林永忠，新任武平令。哦，林县令，久仰久仰。是你？不错。你，黄文月，我没有想到事隔多年，我还会回来找你吧。之所以在江州动手杀掉黄文月，就是因为想到了冯万春等人定会认为是黄国公后人报复，而跑到武平去找薛青林商议，这样在张毅的帮助下，我便可以一个一个的将他们除掉。从此之后，武平的血案便一件接一件的发生了。张显公吴顺深夜欲回江州，被张毅偷听而知，他将消息告诉了你，于是你提前在船上埋伏，杀死了这二人。而后，张毅故意在现场留下袍符，将矛头引向了薛青林。不错，张无知事后，我发现薛青林非常惊慌，因为张毅告诉我，在他的府中还有另外一路人马。虽然我并不知道那些人是谁，但是直觉告诉我，机会来了。果然，我成功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空隙，在兰心亭替换了纸条，引小云的手下奇袭碎尸滩，血洗侯府。等他们撤离之后，我便趁虚而入，杀死了薛青林。我薛青林是侯爷，皇帝亲封的侯爷，我谁也不怕，谁也不怕。是你，林永忠。我不是林永忠。我是薛青林。啊，你没死。我没死，可你该死了。就这样，我手刃了除冯万春以外的所有仇人。在此之前，锦娘已经得到了那封书信，而当时你却还未到武平。是的，当时锦娘传来消息，说她找到了密信的下落，这令我非常高兴。于是我即刻动身前来武平，没想到第一天就碰到了您。我和锦娘在县衙外见面，锦娘对我说，那封密信不见了，我让她赶快寻找，这样才有了后面发生的事情。明白了。现在才是真相大白。大人，您是怎么想到我就是真正的薛青林呢？第一是你天生神力，听说你的祖父薛万彻就是力大无穷，勇冠三军。第二，梁王给你的那封密信，除了假薛青林一伙以外，绝不可能再有任何外人得知。可是锦娘潜入侯府就是为了这封密信，那么她是如何得知这件绝密之事的呢？当我听完了冯万春的叙述，就已经明白了，你就是薛青林，而不是什么李姓宗嗣。哦，原来是这样。永忠啊，你锤杀了四位朝廷命官，一位侯爵，我该怎么处置你呢？永忠，情愿领死。
为了复仇，你们都不惧一死。可是你们想到过没有，如此处心积虑的复仇，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多么沉重的打击？大人，锦娘她还好吗？她怎么样了？你想见一见自己的女儿吗？锦娘，她在这儿。锦娘，鬼，鬼，锦娘，他是鬼。锦娘，是我呀，我是爹爹呀。爹爹。啊，是，是爹爹，是我呀。鬼，他是鬼。锦娘，你是鬼。锦娘。好了好了好了，咱们不看鬼了啊，咱们走。锦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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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杀死了薛青林，杀死了所有的仇人，同时也逼疯了自己唯一的女儿。永恒啊，这样的复仇你得到了什么？到头来是场更大的悲剧。您是不是还在想怎样处置林永忠？其情可悯，其行可原呐、我只能用这八个字来概括他所做的一切。恩师，您的再造之德，温开永世不忘。好了好了。哦，文凯啊，随我走走啊。好。知道给皇帝的奏折应该怎么写吗？哦，据实陈奏。这是当然。可究竟怎样写才算是据实陈奏呢？恩师的意思是，奏折要写得干净清晰。请恩师明示。薛青林为皇帝深恶痛绝，因此他的罪状要条条陈明，不可遗漏疏忽。就是说，此次武平案中的罪犯只有一个，那就是薛青林。那林县令怎么
林县令难道不好吗？啊？这……哦，好，当然好啊！林县令是一个深得当地百姓拥戴的好官呐。啊？啊？好，好啊！狄怀英和温开此事办得好啊，真可说得上是功德圆满。尤其是除掉了横霸乡里的平南侯薛青林，真是大快人心。正是。武平令林永忠极得狄怀英赏识，他在奏折中说，江州长史冯万春因病辞去长史之职，朕看就着林永忠补之。是。哦，陛下，狄公今早给吏部发来一份唐文，文中说他已交回内史印及江南西道处置使官牒，并将钦差卫队发回。他在文中恳请陛下还是允许他以闲官治事，一旦有事再委以差遣，不知陛下意为如何？哦，简直，你看呢？匹夫尚不可夺其志，况狄怀英乎？准奏。狄大人，冯万春今日了断红尘，遁迹空门，但愿能赎宿罪。支持近乎勇，冯大人好走。从今日起，你就是江州长史，四品大吏，好好的干吧。谢先生教诲。先生，但愿先生能多钓上几条鱼精。我来吧。
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 Below the video, please leave comment, click like and share.